小 S 的二女儿 Lily 日前与她一起出席活动，强大的气场完全不输给妈妈，许多网友看到后都敲碗，希望她可以原地出道。而 Lily 不只有惊人的美貌，更是难得一见的极简女神 ，IG 追踪数已经超过22万，成为徐家三姐妹之冠。日前她也在 IG 开放问与答，询问第一周开学如何，和粉丝做互动。有人提到很紧张，不知道怎么开口认识同学。Lily 也暖心鼓励，没事的，加油。还提供小方法，要粉丝和同学分享自己喜欢的零食，找到相同喜好就能提升好感。也有粉丝表示很不开心，每天都哭哭。Lily 展现成熟的一面，写下虽然忙碌让人心烦，不过这是只有学生能体会的感觉。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，慢慢进步，就觉得好快。另外还有网友说自己被班上同学排挤， Lily 回应千千万万不可以默不作声，只要任何人对自己做出不舒服举动，一定要说出口寻求帮助，自己做自己的宝贝，不可以随意让人排挤，小小年纪已经有超正向的观念。不过后来有粉丝提到自己走错教室，莉莉也想到自己的经历，她说有一次我以为下课了，直接走出教室，老师一脸疑惑问我为什么突然离开教室，我才恍然大悟是小学终身。超糗的过程也让人看到莉莉可爱的一面哦。